好，那个大家好，那个小提克不是我本名啊，所以anyway， 今天就是跟大家野人献曝一下我们公司在做，其实做了很久了，然后应该有两年了吧，然后所以其实去年我们在 OSDC 大概讲过，还是前年在 OSDC 讲过，但是先跟大家说抱歉，那时候本来说 open source， 结果一直没有 open source， 原因在于说那时候做的还没有很好啦，然后我们讨厌 we ship no shit， OK， 所以说这个还是 shit 的状态，就是不要拿出来，就是丢人现眼这样。OK， 但 anyway， 今天刚据说前一场有人帮我宣传说，今天我在 GitHub 上面按那个 open source 按键哦，所以那个好了，是可以按了，但是问题在于说那个我们 license 还没确定了，到底是要 Apache 还是 BSD 还是 GPL， 我们在，所以再给我一个礼拜，不好意思。但是 anyway。一定会 open source， 一定会 open source。那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有一些想法，我们一些梦想。OK， 我们公司四年多，其实我们一直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说，其实台湾有很多的世界第一，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我们有打高尔夫很厉害，虽然在名次很后面的。那我们也有很多的制造业，比如 TSMC、Quanta、MediaTek、Foxconn， 很多制造业的第一名。那我们甚至有全世界。最危险的核电厂跟最贵的五羊高架，所以其实台湾太多世界第一了，台湾人真的是很不得了。但是其实你看，我们今天在 COSCUP， 我们这边很多都是 open source 的 committer 或是 developer 或是 user， 那其实台湾真的有很多很有名世界第一的 open source project 嘛，其实相对来讲是少的。那我们一直很想说，那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些 open source 的 project， 我们就要做到，不要说世界第一啦，因为世界 programming 世界第一可能已经被沾光了，那 C C 加加 Java， 那我们就不用玩了哈。但是我们希望能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比较突破型的、比较疯狂一点的点子。啊，当然 M C Link 也很有名了哈。然后所以为什么要 ThorScript？ 我们做一个 programming 叫 ThorScript。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呢？其实因为我们看到一些趋势哈，就是说大家手机越来越就是普遍嘛。然后 CPU 也慢慢几年前就开始从 single core 到 multi core 到现在说要找做 many core， 其实很多这种所谓的 heterogeneous 的 environment， 有很多工具在做这些事情，但是问题在于说，或是很多 programming 设计在这些环境里面，但是问题说他们其实都没有解决那个 barrier。我的后面会讲什么 barrier， 但是如果大家写过 GPU code 的话，或写过 CUDA， 然后写过 OpenCL， 或是写过好吧，就这些。那你会知道，这个你要 manage 这个 host 跟 device 间这不同 memory space 是一个问题。然后呢，你要做这个因为它的 model 不太一样，一个是 data parallelism， 一个是 test parallelism 的概念。所以其实 barrier 很多，对初学者来说极为痛苦。那加上这硬体又一直不断的演进，对不对？那个之前那个 NVIDIA 说 ，OK， 我们要把 GPU 跟 ARM 弄在一起，就 Kepler GPU 跟 ARM 弄在一起，然后出了一个 叫什么 Logan， 明年呢、啊？那因为他不喜欢 Intel 嘛，没办法。那 Intel 说，我也不甘示弱，我就弄了一个好像 GPU， 但实际上不是 GPU， 叫 Zion 5。OK， 但 anyway， 这些 AMD 也有在做很多事情。那但是我其实想做的是，我们想要做一个真的跨这些平台，然后可以是号称是所谓的 Next Big Language， 而且是 From Taiwan。OK， 所以这大概是我们的梦想。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如果大家不知道 GPU 是什么的话，大家知道大家在光华商场买的那个3D 加速卡，大家觉得是打电动用的，实际上根本就已经是全世界地表上最快的 parallel processor。OK， 而这个趋势没有 slow down 哈，就是从08年到现在非常的 consistent。OK， 所以其实它的 performance 跟这个power efficiency 其实都非常的高。那所以这是今年 GTC 的黄仁勋，就 NVIDIA 老板的一个 roadmap。那看这张图没什么感觉，我们来看下一张图好了。就是说，他说，哦，下一代 GPU 要做到什么程度呢 ？OK， 我要做到这个 5 teraflops。好 ，teraflops 大概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我要每秒1 terabyte per second， 到从就是 memory access 速度要这么大，频宽这么大，频宽这么大。那这个大概已经超越现在 DDR 大概30-40倍以上吧。OK， 蛮可怕的哦。但是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做得到的，而且他实际上就是会这么做。那甚至其实不是只有 C， 就是 desktop 或 server environment， mobile 上面也是一样。他们其实年大概 Q3 Q4 就 Logan 就 tape out 了，明年 Logan 就会上，之后就是 Parker 就是反正就是一个 ARM 的 GPU X 5
反正就是手机的 chip 啦。那 anyway， 他甚至现在把 Kepler 的 code license 出来，让大家可以 license。虽然我不知道谁会 license 啦，但是其实这个 momentum 是在的。但是你大家在用的 language tool 或 whatever 就是这些东西，大家写过了，哎，这边有多少人写过酷达？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哦，非常好，很少人，千万不要写，没有啦，就是他当然是 NVIDIA 主推的工具，而且相对其实比其他的简单多了。如果你真的写过酷达，就是写 OpenC， 你就会吐血，因为写一个超级简单的矩阵乘法，你可能花150行左右。OK， 那酷达可能稍微短一点，但是问题是，这些东西都很麻烦。有人去统计过酷达的 sample code， 它 sample code 里面真的在做 GPU 上面运算的 code， 跟其他在 set up、prepare、buffer、whatever 比例是多少？你知道吗？70%都是这些 boilerplate code， 就是在 set up 这个环境，只有30%是在就是真的在做运算的。哦，你就知道写这个程式多痛苦。但是呢，大家同时就知道说，其实。你知道我每次从我第一次我们公司原本在新竹，后来去台北，然后台北跟新竹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异。你在新竹跟人家讲啊，跟人家讲哦 LLVM 哦，大家会很有感觉。到台北人家问你说什么是 LLVM 啊，然后你在台北讲 JavaScript， 大家就很嗨，哇，我写 JavaScript， 我写 HTML5CSS3， 然后到新竹大家就很冷感。OK， 所以这真是南北差距啊，就是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总之呢，就是他们环境不太一样 ，OK。但是不可否认的，左边的这些这种工具、语言、framework whatever， 其实它相对来讲是容易学的，容易快速上手的。我都喜欢叫这种 hippie programmer， 就是比较 hippie style 的这种人。啊，右边就是那种很死板的阿宅那种工程师或是科学家会用的东西。那这边很明显，右边其实有 benefit， 因为它可以 take 就是运用到最新的硬体，然后可以很快速，然后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但是左边的人就觉得说啊，我不用啊，管他的，反正 Node.js 跑得好好，对不对？那其实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很大的 gap 啦。所以其实我们想说，如果说你可以有 JavaScript 或 Node.js 那样子的很好的 framework 跟很好的弹性，然后很容易上手的这些优点，然后呢，同时你又有后面你又可以，比如举个例子，把 JavaScript run 在 CPU 或CPU 上面或 GPU 上面的 run 得很快，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优点。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其中的目标了。那到底什么是 ThorScript？ 大家都应该都写程式的嘛，所以其实我就开始讲一些比较programming terminology。第一个 ThorScript 或是简称 Thor， 对，就是那个雷神索尔那个索尔啦。好，它是 garbage collected， 就是它是一套 GC。那你说 GC， 那这个你作为一个 high performance 在 GPU 上面或是 CPU 上面用 GC， 其实就先扣50分这样子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要做 highly concurrent parallel language， 不做 GC 很痛苦了。那另外就是它可以往 CPU 上跟 GPU 上，并不是一个 pure GPU 的 language。像酷达基本上它是从 C 加加去改的嘛，那但是它还是它那妈这个 kernel 还是用在 GPU 上为主。那我们是你可以同样用在 CPU 上或 GPU 上，扣不用改。另外就是，其实我们前面最前面讲，我们就希望说做一个 language 可以去运用到这些新的 hardware technology， 所以那个 trend 其实就是 parallelism 跟 concurrency。那所以它基本上我们语言最重要就是这件事情。另外就是我们是一群很喜欢写 C 加，很喜欢写那种很 advanced 的那种没有人看得懂 C 加code 的人。那所以我们找人很辛苦，但是呢，其实那很好玩啦，我觉得那是一个。生活的调剂品。那所以我们设计这个语言的时候，也把很多我们对 C 加加的喜好、热情跟痛苦啊，没有痛苦，就是都放到这个语言里面去哈。等一下就会看到了。另外就是其实我们大概四年，我们大概做 language 做了4年多了。那其实砍掉重练3次哈。那砍掉重练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做完之后发现是一个自嗨的语言，因为你这个 language 不能跟其他的library 或 existing 的 code base 相整合。譬如说那时候想要打 game 的市场，然后有一个 game programmer 就说，欸，我可能用某某某 path finding library， 不行，因为他不是用那个时候那个语言写的。那我可不可以用 Ogre 的 3D 引擎？不行，那你叫他去死好了，因为他什么东西都不能，什么都这个轮子都要自己造，那不得了了。所以其实我们这一版就是很重点，就是我们必须要跟 C 一个 existing 而且够大的 code base 整合。OK， 那像 Scala 是跟Java 整合，很多 JVM language 是based on Java 的这个 heritage。 那 C 我们
我们喜欢写 C 加加嘛，所以我们想说跟 C 加加整合好，因为 C 加好歹是地表第三大嘛，对不对？所以另外就是非常 LLVM 现在最夯的哈。那我们不是用它夯来用，因为没得用，只好用 LLVM。然后 NVIDIA 自己出了一套，好像是 LLVM， 那实际上就是 LLVM， 然后改个名字叫 NVVM 的东西哦。那我今天不会讲这个东西，因为 NVVM 的确是算是如果拿 Intel、AMD、NVIDIA 来比的话 ，NVIDIA 真的佛心来着哦。所以，但因为我们不讲太多细节哦。那我前面讲过了，反正命名就是因为我们很喜欢 Avenger 啦，然后我们觉得，那你知道就是。现在大家会讲 cloud computing 有没有？我最讨厌讲这个字了。但是呢 ，cloud 就会讲到thunder 就是雷嘛，雷神哎、欸，就是索尔啊、哦，好，有点冷，对不起。好，所以我们马上来看一下这个语言长什么样子。第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ECMA 是六吗？六的 draft 有谁看过 ECMA 六的 draft？ 哦，有人看过，好，只有一个，所以那我可以不用提这一段了。那其实ECMA 一直在改变啊，那 JavaScript 虽然 derived from ECMA， 但是问题是其实也差很多，所以我们也差很多、哦、所以跟 ECMA 其实只大概只有 function 这个字 ，class 这个字是有相关的，其他、有一点相关了、啊，但总之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它是 static typing， 它跟 JavaScript 不一样，哦、它没有 dynamic typing， 因为要做 type analysis 在 GPU 上那是找死啊、哦，所以我们这边是 strong static typing。然后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写 type 很痛苦。尤其是C 加如果没有 auto 的话，那都就是杀了我们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有 type inference， OK。那但是我刚刚前面讲了，我们很爱 C 加加嘛，所以 template 还是要回来啦， template 还是要有， OK。所以你可以写一个 template， 而且不是只有 template， 也是一个很多人是说像 C sharp 有 generic 嘛。那我们基本上是有一个，就是跟 template， 我个人的见解是说，反正就是 template 就是比较复杂的，觉得就比较简化 template， 然后 template 就是比较复杂的 template。那 anyway 就是我们有 specialization， 有 default template argument， 然后有一个我们在这个 slide 没有提到，就是之后目前想可能会做的就是 meta function， 就是其实多少人写 C 加加的、啊，可不可以调查一下？哇、哦，还挺多的，不愧是世界第三大语言哦。那多少人写 MP 就是 meta programming 的 C 加 meta programming 的？哦，这是稀有民族了。那这个其实你写过的话，你就会知道那个很痛苦。debug message 很可能会有，比如说200行的 debug message， 然后会有很多这种神奇的技巧哈、哦。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因为它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因为它是有一些这个 legacy 啦，所以我们之后可能会有一些 meta function 设计，譬如说你一个function 它其实是 operate on primitive value 跟 type。它 operate 是 type 哦，不是一般的 value 这样子，那可以 create 出 type 这样子，所以可以把这个 T 变做一点处理，根据它的 input， 然后做一点神奇的手脚这样。好了，这个反正还没做，所以大家可以给我点意见。但是 OK anyway， 然后另外就是那个 lambda 这年头语言哦，没有 GC 就弱掉，没有 lambda 也弱掉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哦。但是而且更厉害的是有人觉得有 lambda 就是 function 哦，我觉得这也是很神奇的事情，匪夷所思啊。那我自己不敢说我懂 functional language， 因为我真的不懂 functional language， 完全看不懂。但是所以我们只能加个 lambda 哦，其他那复杂的什么 y combinator 啊 ，fixed combinator 这我就没办法。什么 monet 什么这些东西我就不行了。但总之我们有 lambda， 然后 C 加也有 lambda 嘛，那他会做这个capture 的动作。那其实你看到这个 sample 的话，其实就是有 x 跟 y 这个变数在外面嘛，然后我可以 create 一个 lambda 的 object 去，然后它会自动 capture x 跟 y。那 x 我们基本上所有的 capture 都是或是参数的传递基本上都是 value semantic 啦，但是因为 object 反正在这里面是 pointer 或者说 reference， 反正它就是 capture 那个 pointer 的值 ，OK， 所以你不能去改外面的东西 ，OK， 这么做其实是有原因的啦，因为在 GPU 上面没有 stack， 应该说你可以 access 的 stack 没有，所以你没有 stack pointer， 自然你就没办法去透过 pointer 去改 local variable 的值哈。所以其实我们语言设计上很多东西是在不同的 hardware architecture 上面做一点 compromise， 然后让它设计的是可以让你感觉不太出来这样子。OK， 然后呢，这个就是世界第一啦，就是我应该没有看过其他语言有做这件事情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觉得还蛮 handy 的，就是如果你
啊，可能 functional 有啊，但是我觉得这个 C 加是没有。C 加如果你要写出一个斐波那契，然后自己扣自己的，有没有？哦，很痛苦了。那因为它，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看 var fib， 我宣告这个 lambda object 的变数的时候，其实，在右边，然后在这个 lambda 里面，我又再扣 fib 里面会被 capture 进来嘛？但是它 capture 的值是没有被 initialized 的，对，在 C 加里面，所以这个是在 C 加是不合法的。那我们就做一点小手脚，反正就是让它，你可以直接这样写 ，OK， 而且会动。OK， 好，所以很神奇。好，没关系。那再就是，我们说我们很爱 C 加，并不是只有加 template 而已，加 template 就弱掉了。而且我们要说我们要整合 C 加 code， 如果是那种只有 class 没有一个 template 或 type name 这种 keyword， 我们就会不舒服。所以因为在很多 library 像 boost 很多 template 嘛，你如果说你不能 boost， 那就完蛋了，你等于不能整合 C 加加这样子。那所以说我们可以去直接在 ThorScript 里面 instantiate C 加 template。什么意思呢？假设我这上面写一个，就随便写一个这个 header 叫 class 叫 adder， 它是个 template。然后呢，下面是 ThorScript。那我可以宣告一个类似的，就一样 prototype。OK， 然后这没有实做，反正它之后会 link。然后我可以去 instantiate 它，它会知道你去 instantiate 一个 native 的 class， 然后它的 header 是在 adder 点 h 里面，它会产生 explicit 的 instantiation， 然后最后 link 在一起会动。OK。所以这有点超越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大概是因为如果你写过，譬如说，Python 里面你要去 call C 加的东西，你可能要先把它包的比较像 C 一点，或者比较 traditional C 加加，然后再 call 它，哦，这个简直就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哈。那我觉得这个我们这样稍微直觉一点啦 ，OK。所以，因为我们 implement 完整的这个 Italian C 加 ABI 哦，所以我们其实所有的 source script 里面的 symbol。其实都跟 C 加 mangoing rule 完全一样 ，OK， 包含 template 的部分 ，OK， 所以甚至你 C 加里面也可以直接 link call ThorScript 的 function， 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它必须 under 在我们的 VM 下面就是了 ，OK， 但是我前面讲过，我们这 language 刚那个都是小菜而已，就是重点是 parallelism 跟 concurrency 嘛 ，OK， 所以我要先告诉大家，现在如果大家没什么人写过酷达的话，我先跟大家讲说。在 NVIDIA GPU 上或是 AMD 的 GPU 上面，你要写这种所谓的 GPU code，OK，大家做什么事情？什么叫做 data parallelism？ 他们一直在讲 data parallelism， 讲到最后发现没有人懂，之后他们就不讲了，他们就秀一个 sample 给你看 ，OK， 你要把两个假设你要把两个 array 加在一起 ，OK， 超级简单的 sample， 那就是我们如果在 CPU 上可能就写一个 for 有没有？然后就一个 element 一个 element bar 全部加在一起，好就结束了，好，但 GPU 上不是这样子。你的所谓 data parallelism 就是说你的 execution dimension 必须要跟着 data 走，所以你的 data 多大，你就要 create 几个 thread。所以你看到最下面那个 add， 然后三个箭头有没有？那然后里面两个数字有没有？那反正就是呢，它就 create 256乘上size 除256，反正就是 size 这么多个 thread。OK， 那为什么要除256？只是因为它要做那个 block 的这个整合这样子，但总之呢，你要这样写，然后上面就会 create 256岁。所以你说，如果我一个 array， 比如说10万个 element 怎么办？哎，你就 create 10万个 thread， 因为天方夜谭，对不对？但是其实，在 GPU 上面，所有的 creation 跟 destroy 跟 scheduling 是几乎是零成本的。OK， 所以在 CPU 上，譬如说我8核心，然后我 create 8个 thread， 哇，最 make sense， 最有效率 ，context switch over 最低。但 GPU 上面看数据几乎是零啊，所以你虽然说在 GPU 可能有2000多个 core， 但是你可以 create 100万个 thread， 200万个 thread， 没有关系，它就是会做 ，OK。所以这个 paradigm 当然是很好啦，但是问题是你要改变你的思维，其实对很多 programmer 来说不是那么容易，更不用想说是还活在 JavaScript 要写 single thread 程式的人哦，所以其实这个太复杂对他们来讲。太复杂，真的太复杂。我没有任何 disgrace 的意思，对不起。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JavaScript 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历史共业、哦、我们必须要共同承担、哦、好，那但是呢，当然很多人想要改变这件事情，想要让 many core 这种就是 multi thread 或 test space 的这种 computing 变得很比较容易、哦、所以 Intel 也做很多事，像他就不知道是买了还是把那个挖过来，反正就是 MIT 做一个叫 Silk。其实我觉得那时候算是划时代的突破呢，然后呢，但是到英特尔手上就停滞不前了、哦、然后就从大概从2006年到现在都长这样子哦。他是做什么呢？他就是做斐波那契嘛。你知道我做了这么久 programming language， 就觉得不懂为什么说大家那么喜欢用斐波那契当的 sample。
明明这模浪就不是这样算，就不该这样算，有没有？这样算真的太智障了。但是总之，我觉得大家就喜欢用这个 sample。然后，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找，可以去 Wikipedia 找一个叫做 take function TAK， 一个日本人发明的。好，它的 function 其实跟费波那契很像，只是变三个参数而已。然后一直 recursive， 一直 recursive， 号称是用来 benchmark 这种 programming language 的。我也不知道哪个程式会写成这样子。好，但是总之他们人家 benchmark 定了，我们就要做嘛。那总之他就是create 一个 sysbone， 它基本上就是 create 另外一条 control path， 然后会去执行 fib n 减二这样子。然后最后 sync 就会 merge 在一起，然后下面 xy 值就会是 valid 的这样子。OK。所以那如果是 ThorScript 怎么写呢？对不对？好，我们有几个 keyword， 第一个是 flow， 第二个是 async， 第三个是 pipeline， 但是 pipeline 目前还没做完。但是呢 ，flow 跟 async 基本上做到差不多了 ，OK。所以 flow 基本上概念就是像 network flow， 但我们修过 algorithm， 如果修过 algorithm 就知道 network 有什么max flow min car 这种什么有的没的。但是 flow 就是你一个 source single source， 如果你把 execution 的 path 看成一条线，那在这条线到某个时间点，会突然想说，哎，这个接下来事情是完全 independent， 完全是可以 parallel 的。OK， 那你就把它丢到 flow 里面去。所以 flow 里面每一个 statement 基本上都是 run in parallel。OK， 当它括号结束的时候，它就会 merge 在一起，回到原本的一个点。OK， 所以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所谓的 pipeline async。async 基本上就是有点就是事后不理啊，就是我 create 一条 execution path， 然后就不管它了，就像 create 一个 thread 一样。OK， 但是你说，哎呀，这样当然是不错了。但是问题是如果想要 continue 一个东西呢？我如果想要 continue， 比如说我算了 FIB 十之后，我想把它印出来 ，OK， 所以它是 async 的。那其实你就可以用 pipeline 这个 keyword， 它基本上是把你的这整个 block 里面的 async 跟非 async 的东西弄成一个所谓的 continuation passing style 的一种东西这样子。所以你如果写过 Node.js 的话，你就知道有很多有没有 callback 一直在 callback， 然后莫名其妙写一个 function， 然后最后还要再 call 那个 callback 一次，就一堆 callback， 你最后就会疯掉。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会自动帮你 create 很多 implicit 的 callback 这样子 ，OK。然后但是刚刚这种其实是比较 test parallelism 的方法，就是我其实这每一个 async 都是一个 task。OK， 那这 task 的 schedule 成本很低，然后但是你也可以说我还是想要照原本的方法。因为你写过库的，你想要写 data parallel kernel 可以没有问题，你还是就照写嘛。好，其实就照写嘛，这也没什么好讲的。OK， 但是你的 async 里面就可以变成你可以加那个 dimension， 就跟你刚刚三个那个箭头一样。OK， 然后这个是最特别的，就是说，其实 data parallel kernel 就是说概念上就是每一个 thread 都要做一样或类似的事情。OK， 它的 branch overhead 很高，所以如果你做一个 thread， 哇，花很多时间做 memory copy 或做一些很长的运算，但那其他数据就会被 store 住。那所以其实我们这边用一点小技巧，反正就是让我们自己 create 一个 customized 的 DNA warp， 然后细节不讲了。反正重点是这件事情 overhead 很低啊。OK， 你可以在随便一个数据，这 data parallel kernel 每个数据里面不应该去跟人家做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做很长事情嘛。你这边可以用一些像我这边 C 点 field C copy from， 这其实都会issue 一个 task 到那个我们的 hidden DMA warp， 所以让成本很低这样。好啦，然后另外就是如果大家有多少人看过 Go 或学过 Go 的 Google Go， 哇塞，还比库达多。好，反正那你就知道它有所谓的这个communicating process system CPS 是，然后每次都跟 CSP 搞混，但是它就是很多的这个 isolated task。那其实我们基本还是背上 shared memory model， 所以每个 task 基本还是看到同一块 memory， 也可以 access 同一块 memory。所以其实那中间就会有 conflict update 啊，比如两个人都想要 increment 一个值的时候怎么办呢？很简单，我们就提供 autonomy 这个 keyword， 基本上它就是 transactional memory， 好 transactional memory STM 或 HTM depend on the architecture。所以，但是其实你如果真正实做过 transaction memory， 就知道这其实蛮麻烦的哦。那如果说是简单的这种加这种，我们就会自动把它 replace 成这 autonomy add 跟 compare exchange instruction。好，然后我们还有 RPC， 为什么会有 RPC 呢 ？Remote Procedure Code， 因为那时候最早我们公司其实做线上游戏平台的，那线上游戏平台就想要然后弄引擎就很喜欢做 RPC， 所以我们也加了 RPC， 不是这个原因啦，我们就只是因为那个我们觉得。未来的 cloud environment 里面，其实不会只有一台很 powerful 的机器，你一定是很多台嘛。你要做分散式的东西，其实 RPC 会是很 handy 的东西。那我们也加了一个 keyword 这样子，然后有这个，然后另外我们 implement 了
dwarf support， 所以说你可以直接 debug ThorScript 在 GDB 里面。OK， 你可以直接用 GDB debug。然后另外就是，这还在做，哎，还没开始做。其实，那其实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就是希望 get rid of CPU。你可以直接在 GPU 上面 access file system， 在 server environment 里面。OK， 那这个透过 GPU delay 这个我就不细讲了。反正就是，我希望你可以在 GPU 上面可以直接 read file， 直接 access database， 直接甚至你可以在 GPU 上写 web server。OK， 写 big data 的 application， 这基本上讲，基本上是完全突破就以前的那个比较科学运算的模式了。OK， 所以但是其实这些东西还在改，每天都在改，我每天都会有无限的 debate， 说啊要不要 GC 啊，不要 GC 啊，要不要有这个function table overload 什么有的没有的。但是其实我其实真的希望是说，今天来这边讲，只是希望说看有，如果大家对 programming language 有想法，如果大家觉得 C 加设计的怎么样，或是觉得怎么样，你对 programming language 如果有想法，然后对我们的语言假设有些意见的话，其实我欢迎大家。就是写信给我，就右下角 SDK 就是小迪克的意思啦，不是那 SDK。那个就是你给我们意见，我们 OK 的话，我们就会帮你实做。所以我们希望能做出大家心目中的那个 programming language。OK， 大概是这样子。那顺便打一点小广告，因为我好像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哦。那就是其实我们最近还搞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搞一个 hackerspace。OK， 叫 Singularity 奇异点，基本上是300坪在大安捷运站旁边，我们就是说 design for hacker。好，或是 designer，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面试很多人，然后面试那些刚毕业的，就觉得说啊，在 computer science education 太糟糕了哈，就是大学毕业出来不会写程式，那也很正常嘛。那不懂演算法，那就算了嘛。不懂 data structure， 那也就算。那你到底来干嘛的？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教育其实我们在讲说教育文凭真的是。我现在看来真的没什么用啊，而且其实我们经历的教育其实都是所谓的 industrial 的模式，就是说，我们从小学、中学、高中念到大学，这完全是工业化的教育。其实教育，我们是人啊，我们应该活得有机一点，你知道吗？我们学东西应该有机一点。所以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 talk，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 TED 上面，这个 Ken Robinson 讲的，就是 What education needs is not evolution but revolution。OK， 所以其实我们做这 space 重点就是我们想提倡所谓的 craftsmanship 或是。这种职人的概念，我们希望把 talent 聚在一起之后，能 create 一些有趣的 workshop， 然后从做去学。所以说，我们除了把很厉害的人再聚在一起之外，也把一些想学东西的人聚在一起，然后让他们做一点实验，有趣的实验。什么样的实验？其实国外很多 hacker space， 比如柏林的 CBase， 那 Bay Area hacker dojo， 然后到这个 Boston 的这个什么工匠疯人院子，哎，不对，庇护所。OK。然后还有上海的新车间，其实大陆很多这样的东西，台湾其实最近也开始慢慢多了。那我们想要做的，其实跟你说跟大家一不一样，或差别在哪里？其实啊，这些东西我们都有，我们有 laser printer、laser cutter、laser board、Google Glass、Leap Motion， 还有一堆 Android phone 这样子，也会有焊枪。那其实，但是呢，其实我觉得重点在于说，我们如果能把 software、hardware、hacker 聚在一起，把 designer 聚在一起，我们不要。Dreamer 就只会做 Dream 的人，那我们想要把 Doer 跟 Maker 聚在一起，大家不会问你的 Business Model 是什么，大家不会问你 Business Model， 大家只会喜欢说你做的 Hack 什么很有趣的东西，那也许这就可以形成一个社群，而且我们可以跟台湾很多社群，比如说 H4、TASA、GTA 等等合作，我们可以改变很多事情，像 G0V 啊，什么 Open Data 很多，我们可以做出很多 Impact。那所以这是广告时间结束的，那就大就这样，谢谢大家。欸，由于时间关系哦，开放两位提问。有没有人啊？欸，这边有位。就是你刚刚提到这个架构，就是因为你提到说你是在 NVIDIA 用 CUDA 去实作，可是，因为你想要在显卡上做这么多有关于原本 CPU 控制的事，那包含 memory 的一些问题。对。那 NVIDIA 它现在我知道 CUDA 部分是它会做 copy， 那是不是如果像 AMD 的 HSA 那一类的 architecture 会不会比较适合这一类的 language 呢？你 AMD 派来的吧？没有，我是好奇而已，好奇而已。没有啦，没有啦，这绝对是一个方向啦，就是 unify share memory， 包含 NVIDIA 也要做了。OK， 在 Maxwell 其实会要做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趋势，但是 CPU NVIDIA 一直很想把 Intel 就 CPU 这件事，就是从 equation 里面拿掉。OK，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知道谁会赢啦，但是。
我们就希望说，因为 GPU memory 算没有很大，但也有现在有六 G 的 memory， 那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了。而且如果说我们今天可以用 SSD 当 buffer 的话，那其实会解决很多问题。OK， 大概是这样。是，哎，不好意思，我想请教一下，我之前看到你们公司有用 Raspberry Pi 做 GPU， 那好玩的 project 而已。哎，对，那就是说现在整个 Open Data， Open Hardware 的一个 impact， 什么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想法？然后再来就是最近没有出一台穷人的超级电脑啊 ，Parallel， 哎 ，Parallel，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计划在上面？哎，谢谢。那 Parallel 基本上号称我还没拿到，所以我不知道，但是号称support OpenCO， 那。我们的 backend 其实是可以 port 到 OpenCO 上面，只要 Intel 的 Spur 那 spec release， 然后有人做 LVM 的 backend， 我们基本上就有机会做上去了。所以其实你们用在 Parallel 上面，我觉得将来可以 OK， 但是不是但是，就是其实 Parallel 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 architecture， 它的 power efficiency 非常可怕的高啊。那唯一的问题就在于说 memory bandwidth 而已。所以其实像我们这种其实需要比较高的 memory bandwidth 的 application， 我不确定那个 benefit 会有多少，但是我们会试。对。